不是了，你要扛哪？我来帮你的。噶记录你文学习，再来试试给你一个不是了，郭本宇。不是了，郭本宇，要娃是不是了？那么可宇宙是本宇吧？这物质吧？不是了，我你过做协议呢。积木一等叫冷层，给积木叫负冷层啊，但是哦，有瓜果冷层为什么种？给了一个生产的是呢，给是找呢废品维修设计的。那么一来呢啊，又是养活槟榔呢，给错别税务冷层，结果学活呢要么种子，如才把电视贴，只要把电的派出所里的。给你找个电改革在全部是来是五火节，可修啥派出所给电改与岳胜红，电改革指的是开门做设计，五次上设计。该生产公司开废品小高地已经要五年吧，三一年一直有负面息，一两年呢，一个生产干部要来再把你多给他骂。那么陈老要你钞票要多去收农村代表。不过啊，过来呢，干部呢找你上给，过是给钞票，还给生产公司这个收账务。他说我这前天收的货没给他207块，说我给他是117块。我说你当天不过来找我，你今天过来找我，我想不起来了。格来是瓜，格是做生意呢，要女这个，我是多年的挫败，收人成单的。即使给国家省交干部已经是收人成吧，那么干部能干呀，找得上个呀，可在是脑袋里。后来我老婆来了，我就一生气嘛，我是跟她吵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吵了要半个多小时了嘛，我生气，我找了自己的。那个是那个，我去了，我找到我自己的那个那个计算机，我没打你没关系吧？我找自己的有什么关系啊？他问我走了，我老婆又给我老婆吵。给上张个来是瓜，多日给要日狗，那么给洗呢？洗着去洗，但是还给带货的给拿了又发给找，这样子啊，把货给啊越错越对不起。特别是给交完本过个要的物啊，还给同我是接细节。他说诅咒，诅咒他说你做你自己开呀，你做我干嘛呢？他说。我就有拿你的，我一家的儿子吃药，就没拿你一家的儿子吃药。这个东西我有没有做，我也不知道啊。谁这个诅咒你说做的太严重了吧？他，给是南国山哈皮囊插老药，那么该生产个那是多日呢？这张子接细节，还是个有得个阿婆个低本出的个特例价。还有我给阿婆接一两次啊，这个收入去摆两次，再那个生产个那是个道理。他停看他停在这里嘛，我一生气把他踹了一脚，踹了踹了，他把我这里把我砸了，你别说了，我砸了脚，我后来把我头搞了破了嘛，我后来就推一下把他推倒了，后来他又骂我把他踹了好几脚，就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有得瑟的吧，把这把黑给牺牲的无负逆脚，负得多日一伙修复，一伙都错别，接来过过夜我已经愚人了吧。那么据你给你一样。干部一早的敲错片呢，我俩再接着吃片。该上交干部挂，该日呢，本是把节日点三五三个，万物四本来阿福哥，即阿福为首。三五呢，该一日去，小人嘴巴来，个个都很麻。多年给他的嘴巴麻了，还身上个那是麻了，还要呢，找了该给扩给那个五年，又是岁岁死。何以该日啊，修那个错片邪恶，给国家麻嘴巴的节目呢，要忘的。先收即将一百万的一个钞票，我不知道是把钱搁错了，我以为是他把我的报纸邮装没散，账散错了，我是这样想的。我说我们老顾客吗？他肯定不会这样的。就是我当场想的是钱搁错了，我当场第一天我肯定过来，是不是啊？我以为是账散错了，我说有账的嘛的嘛，他搁了117块，他自己搁的心里肯定有数嘛。干部开始任务呢，应该是积木收杂物，还是呢？老木也找得上该生产个来时代。那么积木收杂物，应该是要积木的。不过啊，忙了是积木可膨胀，该生产个来时个嘞，可然呢是连把能拆下的，日时是多几个钞票还个把。但是干部瓜给多的小油子一把在拆下的，奥木嘞上下的应该是呢都卸我，即使个自家过去给五年吧，啷个？啊，这张是过不能成吧？那么给阿伯，你给阿德去给日给搞去火火。我跟他说的很清楚，我是小兄弟，本来你做生意也不容易，我那扫地啊、收货品也不容易。我说这个钱，我们也都不先说了，
反正100块钱我两个人一撇，嗯，你只给我50块，我也背点诗，你也背点诗，你做生意的你知道你背得点诗的是不是啊，我们都不写都不说了，我就这样跟他说，他就说我还想你在做生意，我那生意不做了，我就这个人要钱那个人要钱我就不做了，他就这样说，他然后说不清了嘛。干不过给子啊下的日你要能离开啊，只是你喜欢给生长的来是啊洗礼物得去给着你感觉个火色该啊是那把火。不过多日给生长的来是啊发扬是洗到的背景。那钱给你110，可你有这么多货拉过来，你卖的货有多少钱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拿117块会走呢？他说后来呢我听我这样说，他说你一半我一半，我说我都对你这样做生意，我从明天又有一个人过来，你这个钱给我少了。在你这样说，你给我在我你少一半给你，这我还得了吗？我这么多人客户给我做生意，100多个人，说呢，已经说不清楚了嘛。啊，他说我给你诅咒，诅咒我们也没答应过你诅咒吧，也没有这样说嘛。他说，你如果有拿你这个钱，我全家得癌症吃药，这个话能好骂吗，老师吧？我问你一句，这个话是什么？得癌症不开玩笑，一家你骂我也可以啊，你骂我一家，我说了你骂我也可以。你骂我一家，一家是什么意思啊？就这是冲动是吧？我说了，就是说是你，我骂他的家里人。其实我呢，就是先说我家，我然后说他家，就是这个钱我一定没拿，绝对没拿。他就说，想你把这钱是掉了是怎么样？他说了，我说啊，不够冷静啊。小兄弟，我是不够冷静，我自己认为这不够冷静。但是他但是不骂这个话，我不会吵的。他这个骂人，你是这些不文明的，你这样 对吧？你骂自己，我认为也不好，骂自己家里也不好。如果是有心，人家可能骂人家，心情啊，大家都是高高兴兴过春节。这些不是男的娘话，你一个女的，男真女真都得比男货打差，岳父家。那么另外一个呢，给生产个来是呢，还用阿头冲动。行来确要呢，说话五娘岁的日服带。那么至于五娘岁的日服带吧呢，噶记录个日规就会好过去吧。干不过，这是哈该生产个来是推个给我家，不过呢，那你头个日规又算吧。那么到时该地方说哈个短跑我，该养多少的个小吃。不过该生产个来是瓜，该果子该豆，哈不个数学再跑我，只是面料给我点个连路的。什么地方放的？那前面那个挡风玻璃，我给他100块钱。嗯，那100块钱到底是给他什么？不知道。那个站五头站说不清楚了。那个你还怎么说呢？那我给他100块钱了。他给你100块钱呢？他是说他前头他差我100块钱是挪跟他装报纸装书子弄的说。你给过谁？他差你100块钱，再给100块钱你。给100块钱了。他说100块钱给。这个修理。100块钱够不够啊？100块钱肯定不够嘛。啊？他那个头已经全砸坏了嘛。那挡风玻璃有挡风玻璃，他把那个他的挡风玻璃一个车那都就算100块不够。我这个头给人家评估一下是多少钱？搿生产个来是瓜，电瓶车是给倒的，那么给一家要一把的，还给你修车吧？那么给阿半瓜，给个一把的又是多少呢？马嘴巴能够做生意的不一个钞票，是谁啊？有多修车的钞票我干了得。那么大夫能够谁给拍一万的呀？给小伙有自然扩大高路。给生产个来是国家，你都多能够一等价个一个拍个地方车给我，那么给呀都还得跑我给，阿家实验的爆炸，阿家拍一下给。那么黑翁啊，他就说那个电卡有你阿得去，感觉个火色。你们前面嘛有100块钱给他，报纸也好，修理摩托车也好，是不是啊？摩托车100块钱都修不起来的，说实在话，东西嘛我看过，外壳我看过，就所以说嘛，我就是建议你，就是说你们钱给他100块钱维修了，是吧？大概比如说摩托车修200块钱，你给了他100，那么反过来大姐给你100，爆炸，是吧？这么大家就说拉平。跑去说那个电话有过啊？嘛，这把个生意呢，接一把的个日规。即使你个过夜个过程当中已经是遇人吧，那姑娘呢也多缺你证据贴。那么阿伯爷这一家找了一个多钞票，一钞票该可在你家给我了。白姑娘瓜，那边那个初代我把弄点西，那么给白个一等八家白。
黑龙江过了以后呢，学火总是过通，那么给那个人呢，阿武同意，那可是给解决火势。大家回去。那我有错没？他有错了，大家解决掉。好吧，那么说，拉拉手，好吧？那么就怎么解决？你们吃了教训，下双方拉拉手，好吧？好吧，要送你两位一人一份的礼物，好吧？叫做中冶沙茶油，这个油质量很好的，口感也好，希望你们今后啊是一个好朋友啊，父母相处。给你一个电话，已经是结束。那么说给你用的热情不是了，还要我对生意物。杭州国家呢，开门做生意呢，要制止啊无次涉税，要做好无为工作。遇到你是鬼人，要猎人杀死。该做房门的扯扯拉拉呢，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则钥匙我无当着重伤我们两个嘞，我你欲救钥匙一次也将你开始征税在业，此事可用你是说过的药物侦查。隔壁侦查的点是对给一样马的连头无多的能力是债务加四侦查这两个。那么一呢带我盖上马的连头无多，这边是米贼头塞我同样的遇见百分之三个势力你找的指数。那么能够带我盖上马的连头无多，米贼是交日本货以五个此时的势力要百分之三变成的百分之一。西多呢遇见得也一头无多的自家你找的指数。那么带我米贼切过交日本货以一个自我，那么呢这些能够是约百分之三个此时你能够过得是百分之零。你要嘛都给他养给一样给不多啊，要你孩子。那么用你是给高明带我嘛都特给不多给一样的自我呢，要孩子往嘎子梦西。女婿给个差距是没连你给我呢，一把设施本货意义给都特给不多呢，给是遇见长啊过你百分之五第六个用你是。那么能够这边是不多都塞差距没连你给我，那么用你是啊遇不明。有女子女们的月球物过月球能够正常故事，那么一对是个中医地是的个亚特人的是大部第四六节月球连功能能够月球物的八方一将的就好吧。那么马家学是马家学的部的地方也会说我们的三方中文本的呢扩大可能几米能够为你一次找修补的你是一级吃吃宇宙列国人约连龙眼那个热眼女你那个学中医的日子也特个我将自个不去医药你大可能误过哈修日里阿米米格某一个那么可末路的不好医药你包括中医的日子莫扎药库一直你当日本莫扎的地界里你我切过漏第四个意思不打自路莫扎的本方物质交房意义为了自由扩大给个家给养气类上一步的数据我你宇宙那个增长同时呢啊约你宇宙我得给个第四节的一个发言词长期呢得与个得谁宇宙过不第四句没在对约连人养你个人你重用 case 呢启动火泥巴的培养工作采取宇宙列国人的火泥巴给别个培养业余你是大的少在给人要宇宙过不第四句没在对给支持人彼得的当啊要是这位呢公开接了一个正常天学的种种业余给你多种要不再是个热人啊要叫人熬给大物些要过时要业余啊要帮得给吃你股普通的这余的当将过即将一个多人员的培养和这组约忙接吃你给不和你把个宇宙列国人买你啊去为不去列载就是那都骂街啊老虎都那子啊他们也下了一句话我该张子都张上面写买一个老虎老师要省事上次我宇宙生意的这都不省事我要用一世的对小妹日无一无虚无不及无即将和宇宙过不的日居埋在的种子一手续周五年此动修补的你谁其实你谁个能得和古本呢我的政策的庇护次我要而古日你和别物给日那个次天花来看啊，说心里话我比较满意就是最满意的一点就是人物的
状态，人物的语言状态跟剧情人物所表演的相匹配，不是说只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而是演绎。因为本意要给蔡个女的都给弄美，让上非功能抗拿去以小可以实验母语句语之列。那么预就歌手过奖呢，列卡人说以后立即预把奖励我将不处理可以去给他一直的给送的你歌手去考人工给我给适应你读的给做教育的布局之家。一年提过交代到的正好是穷用的时间，上海歌手日语部门呢，正好啊给个出路的人都吸毒，那么本人的歌曲啊打上呢歌手的为谁了，还有母亚是歌手过奖的教授，年代啊歌手过奖呢叫我薄肉哈叫我处理卡里痛苦，记得不讲以后歌手过奖宇宙这一代的列大代有母亚吃动将解出事。我们马上采取了一个临时管控措施哦，对沿线的几个收费站进口进行了一个限制流量，那么同时派驻我们几路同事在相关的这个重要节点啊，包括隧道口广场，包括这个后方这个交汇的地方进行了一个警车的预警。在第三楼房结果在和市江门江管理可以讲出啊哟歌手费用在靠个仔细的物质部门人工的代金里别的交付处理，对降档和降低的开始学满意一样的日前呢是通过喇叭和小声那个设计措施解满意的处理逆客，以每个角度一百公里的速度大人交付处理都会加西加的日语都给杀对人日的。别人在这作业啊，我们后面有救护车，有救护车通过你作业。在第五在方同样是约在四方做的日家歌手过奖成功给你得送农买个交付处啊无送的宇宙女消费者，要得获过奖的积累得给个三个人送的宇宙艺术大物有样运动演员的。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将近二十几公里的路程啊，我们用了从我们接警到出高速的话仅仅用了14分钟左右的时间啊，14分钟应该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救护吧。多年不年给我给歌手获奖呢，把巨蟒找到医院的几个农民给个三个人那个帮助你呢，得了过奖的些小度了，这再过是谁是谁。我知道因为山东里最大很堵的，我平时我自己开车我也知道经常跟我也往温州跑，对今天我们开过来还是比较顺利非常到位的，所以说我们过来也先看看我们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哎，再一次看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来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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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措施是五本人类拉姆之一不去的路程区在的日益逆工的雷门障碍。那么一段时间五本数字的逆工的工作人员的新的拉姆教授共五本三本日车的马逆着在给马的医药费啊得给拉南工的拿得的吧。那么今天啊给阿斯伯一上去有过个日子去五本呢是国税人说宇宙工作已经在给你吧给你意义给是在国家这家里痛给子多日你去公过处去计较我就加通还是你啊脑袋多吃这个连你一意给人说你逆着吃我这个脚啊就这个那个时候这里肿瘤的很大肿得很大嘛，那时候在118医院外边肿得很大，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针管肿得很大，就走路走不掉，我自己撑袜子撑不掉。后来118医院呢，就是现在他就是按普通的那个就是什么关节炎的这样治疗。后来治疗好了一段时间，那到了14年的3、4月份嘛，这下面脚这下面又肿得很大。我们本来家里一直脚趾头洗头，日头一痛贴，要在暗子的日里呢，啊，吃你不能撑哦。这样病就是60呢，就是脚一痛呢，就是无法走路了。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我现在这个眼睛，我这样摁住你看，你们就是模模糊糊的，就是眼睛扑到，这还在医院打那个。把那个眼睛打那个针往这眼球里面打进去，就是一天打3、4针，打了好几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眼的瞳孔它都缩得很小，它还把瞳散开，它散开了以后他那个眼科医生的那个就是医生说，他说你这个病还是主要的一根源还是在那个脊柱炎上，他说这里只眼睛只能把治疗这样的脊柱炎控制好了，眼睛就慢慢恢复的。给你能帮得这几样行本工作作为一个你公共处事职
刚刚这次无家可家通让你觉咋子你是非要开除吧？是一个强制性脊柱炎。那么这种疾病呢，虽然说对寿命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呢，它跟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它也是会让人残疾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现在的这个状况呢，这个病史呢有六年左右了。那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视网膜的病变啊，可能甚至会失明啊这样子。所以对一个这样子年纪的一个病人来讲，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意思过啊，我本母医人家去得张子烈只帮一半个女的代笔一笔你让了妈的一个烈人做了路呢就在给妈的。我本来那姑娘是过生农村屋里要两个孙，那日子一呢是屋里接过孙的，能讲本子女老还是娘讲次过来的吧。我现在一个人在这里照顾他，因为刚老家有两个小孩都是放在外婆家的，他老大也没有钱上学了，就也一起把他带到那个温州来了，就这样子的。我就希望那些好心人，现在感觉好心还好人还是多，叫什么以前他都想放弃他不治疗，就说能治不了治不好的话就自己解决问题嘛，就什么老是要我说那些要个改本。我帮你绕你来屋里让着你洗子至少买比国这个改日鬼，我帮了乐于你可吃洗上洗屋里个等例子将让他塌落掉个自那脚呢。我就说你有那么一天真的没有钱吃了要坐上轮椅，我就陪你走完下半生。我来采访那个日子，我帮你共带给你太阳你要找来吧，给了你熬过，我帮让到你啊一直一记子做你工鱼鱼出去给是一个写本的人本次你把让你做吧，不每次都是他带队。那等于说你们也知道他是前面身体就不太舒服的是吧？没有想过这么快就严重到这个地步，也没想过病情会恶化这么快。那个时候他还能走能带队怎么样，他都是很正常的。一对是刚本你挖的在他日益你工上外给他一门，只要你能修得给给能路无薄肉病能给本写能痛苦给本，在写本人告诉自己妈妻子做义工妻子唏嘘，我娘那对大姑娘啊找来伯伯给扛伯伯比能给你上浪。我只是老家有个生人给来四母呢，一对是搞第五天等来那么走嘞，结果给是老五人呢要一步啊扩大我给五栋的浪椅只帮你呢我是马上浪给那对啊能够通过我呢被给给送下事业的世界。该上那个了师母呢给你老在世他小学五年了给我你吧，本日拜几年啊一直啊播五或上五年结果孙孙女的生物叫你呢都让你这个孙女啊头一次呢嫁得够久给两个人在了去这波个动物两个和西河给被起来们个人民这波帮人都是人那个这物人我都给嫁高了来来来的孙女得够久以后找了你副货币当时呢我家只有这个都是的上开始买你的屋里人啊我这个生意都可以给老爷啊找一找路，那么扩在你还要你的礼物了还是给那个上午呢有说地里啊买不五栋浪椅的故事是老爸的一个错别，那么有人告诉给我给你的过要你给那个生意给这家里啊马上呢还是吧，那么浪椅还有你扩大老爷吧上来上来有这个工扩大路你得忙得将得忙了得那个买吃叫你对这家东这些对空调把发应该家门合的们富有说那为我把它扩大直接说一级吃家给个人一吃了黑你总要要不认识的国家是可以你激励的要预料控制把日程的话要点击你让给刻白扩作一个无休是应该说那意思嘛是无的整个给人一个脚力大概是在来讲的国家那么期望大还是西都货币的给了什么瓜给日本日本今年阿西多四学成了二十倍不是那个栏目的给国家要多些都日本的生意呢无可以越南可是给浪易的还是给阿西啊得给这浪易呢送话给了你要在这事业的人我感到我们刚刚发现的刚可没哭死吧别本来要事业我们下来边呢是那个吗给了什么是给你上人给国能够给浪易呢要我扩给自家呢马鸡叫人要来呢把地浪我写死多多呢要那一给我给有母亚这个浪姨呢脚上这个谁谁啊他姨这个傻傻这个送海兵呢多多家过要事业给进五栋浪姨的狗中呢你来可以啊空来那么走的利益
被李在先非外在王府误查的套用八股衣，那么作为据言，今年的八股衣呢，还是以多的个杀局长和武一长无职业的举报对敌，整个要一起不把不在局的就八次，总要连骂窝囊做少次。七八年来，套用八股衣真实用啊的是一家呢，南北王府的雇佣是一家王府的责任。那么在给这个女小姐的八股衣之家，杀局长的门户活动是最红火的，要这些门户也和门户就是无力不不当给了门户便宜一概给我记忆来表达。那么顾客的话的要看呢，我许多客户的找来催过你大样的催家吃苦养活活动，那么我要你就比自你小工作的是阿车做木头的秤或做铜鼓当都做传统的工艺智能的便宜。那么要看你不是把几只那把火替你得的他用了非外在王屋查的走酒，还要你得你一个酒杯给你们日给你们日学不有多吃五家的学八国一门你的五可以吃家给你真给走给顾的。我们是从寿宁赶过来的，来参加这个百家宴，以前前几年有参加过一次，今年呢感受这边的民俗比较好，所以说再来一次。今天见到这些民俗风情呢，感觉到有一种特别好的心情，然后呢也大开眼界，因为在我们寿宁那边是和这边是不大相同的，带了很多的信息过来，还等待着等我呢有更多的更精彩的东西看看。有点好像过去的就味道在，有很有意思嘛，特地赶过来啊，就是来看一看这些民风民俗，我们跟我们温州也不一样，觉得泰顺有泰顺的自己的独特的一种风格，感到很有意思。武烈当是我举统的王府门员，那么女先生呢？王仁玉的女的长啊，这个武烈当很多女先生，这种多年许多年，我来做做姐姐。天水上二老路，那么车路古部由于女的个都搞卧龙的呢，有西施大伯，那么路的连麦呢，出门是给出门，大姑娘啊，我是大当，只是大当个多钟啊，五点呢，阳台过脚过一个脸，妈妈是能要来吧。那么在老古生多中啊，给的是夜都把每次了还是张海慈溪。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舞龙活动哦，在我们南田镇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有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这样的舞龙活动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有。我们舞龙是好像是我们讲的农历就是十二个月，就是十二节。如果是顺一个月，十三个月就有十三节。我们都举办一次，就是大家要高兴高兴，热闹热闹嘛，就是这样子嘛。一个字叫绕。好的好。更烈。学女的长一将要六百多年的历史，那么做猎的呢，给这个工艺还是由老板玉黑那个呢记录的。由红布扎出个红布呢，比武多是老的。那么这个啊，脸上给是泥王的人迹，每季一卖要杀着虎、九虎、没搭档四句不嘎的虎。列子刚得了多，黑个对话又是衣服破衣物，电视台弄你洗弄你。那么这下学个长头乌眉啊，你吃了黑又是一点你红的衣服一身。好，这样一个舞龙还行的。在节日上嘛，热闹嘛，是吧？每年都这么热闹，每年都来看嘛。那希不希望这样的活动每年都会办呢？那肯定的嘛，我们这里老百姓都希望的嘛。今年带着我的妻子。感觉挺好的啊，挺好的是吗？那这个龙灯好看吗？龙灯很好看啊，人有这么多，很热闹啊。所以，一起举统的让女先舞动，说着奥黑长我长的古地吹剧。正女在五多女先是古地吹的第八年那个举统，要小工作做我一个女的，那么来出门啊得主持的。江澳诺琼杀一其他把伢子也们当一把刀的这个虎当面我夺去买完那个啊五百年被给日了屋里这是个古叫故意给虎当面啊夺去大姑娘啊说楼里这五年抢救女鞋一这个翅膀子长到你洗一个上年的开头是吧雷外做那个火色找来啊这个啊祈祷呢上你给一座美好的做女王啊人家做的也没呢啊是个大姑娘能够放下在外面
而是最弱能给一个鸡在给吃完的大姑娘外在问题是给你预测没能够要卡自我努女些那么臭了你老外说女些几个多年的四地大师还来了能力再来吃事学臭了你我的一个来这八个地大师没问能够你我学给日拉得到了八个给我煮个酒搞得了长居朋友的五届的周五吃酒周五早来抢酒据同个记载今天是要和大姑娘过过第四五百预计的学过过于忙街养的都用忙街的鱼都是五次在一段这样啊你能要你看哪个日子你哪个日子我三个日子说三个日子自然两个不没地方爷爷是过还是不是来我这里是通过微商矿来过贵州牧羊的节目修复的日子是每年需要的地方高节目一些人说大姑娘可以当了东黑魔再来吃成的日本那么今天的阿日本可不是来你回大姑娘过来嘞忙街需要的地方再见要雷面妈妈活隔壁人谁把脚吃错你要看人家具你要得了么你这语你和你和大姑娘和鱼可不惜都多了八字不把张脚和不是了把波头摸隔壁人谁常去朋友平安喜气把你自古过不过